不知情。你是形象大使，我不会陪坐的。对，他自己会清洗，因为他这个就是他的排污口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是。啊、谢谢我们的李小姐。哇，你好精致哦！你不是喜欢那个手吗？是。放大佛。那是你的手吗？我还记得他拍的照吗？这个时候，我就想问，谁能有幸拿到这一杯果汁吗？不是你吗？我。这杯果汁我带回去自己喝。这样。准备好了抽奖的，抽给一个宝宝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有请我们大屏幕滚动起来。这一轮的正抽，我们先抽横排，看看哪一排的宝宝已经靠近这一杯果汁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把这个那个对万达都清洗了，快点送送清洗。哇，你好乖啊！你要把它带回家，你们要不要把它带回家？但是还请我们的宝贝能够把它带回家，我指的就是刚才会用的这一台哦。想要那个，这边有一个快问快答环节，我们快速的解答。